啊，我们经过漫长的等待，我们又回来啦。我们要开始进行的是这个 King of Battle 这个 B 组的比赛。那第一场这边是由这个 Rogue 对上的是 Ragnarok。比如左上角是蓝色的虫族 Rogue，右下角是我们黄色的虫族 RNK。洛哥啊，刚刚已经靠自己打赢 GSL 冠军赛了啊。不是冠军赛已经结束了，刚刚聊一次说 GSL 冠军赛已经结束了，哦，他说他们都说已经打出来，确定谁是冠军了。干！你们都看不起我大奎头，妈的！我到时就让你们全部都在哭。刚那个 GSL 的连是异常凶悍。大家都说这个打完就知道冠军是谁。不行，你们都太过分了！明天我跟你下礼拜四我大哭本教你们全部人做人。我跟你讲，一定会有个人在场上哭，只是不知道他是对面哭还是他哭而已。而且他对面是这个男的，他会哭吗？有机会啊，谁知道？来吧。哎，如果这把是啊，不是 RNK 这边这把是这个狗子开，然后没有瓦斯的。这张那你图，Chip 就打赢了，不用紧张。我昨天在跟 Chip 练习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快凉了。我比他还担心他自己，好吗？是啊，跟你讲，这个人已经创造出了这么多奇迹了，我们真的不好说。对啊。你们有想过他会是小组第一晋级的吗？以他那个小组有的排啊，名，我想过啊，怎样？没有我，哎呀，撇开你嘛。哦，这边又把这个围起来了。最近很常看到这鬼东西了。哎，围的不好啊。那天是谁啊？那天有个，哎，是洛克吗？哎，好卡，好卡。哎、欸、哎，谁在卡？谁在卡？他们 OB 一定是应他该们稳 OB，阵营吧？选手的话，应该稳阵营吧？一定是 OB。一定是个 OB，干他 LMPP 哦，干是这个哦。这谁？又是是吧？你，又你是你，最又是你，烂！不是这个人喊 PP 是人家看不到的，不要打他 OB 这个打 PP 干两个选手，一定是要花的 fuck。对啊，好的啊，他怎么自己他自己要跳哎、欸，了？这时候是这个画他，面代表什么？代表说选手不卡，他们在卡而已。对啊，是他自己，是好像是他自己，对。刚刚那个跳那个画面出来了，靠背。好，离开，他离开了。哎、欸，这种时候就特别刺激，你知道吗？这主要是这个 timing 点，前面这六条狗的操作就很重要。他们对啊。如果卡了，真的是会靠背到底。刚刚那个 RNK 没包好，不然理论上那个第一个软出来的两只狗应该都是要死的。肯定还是要先喊暂停的，你不可能直接跳掉了，不可能直接跳因为你不知道他们有没有 lag 啊，所以你一定还是要先喊暂停，确认两边都没没。有啊，讲道理，刚卡的那样子选手，如果没反应，一定是对啊，选手不卡。之后 OB 再卡，但就是你还是要先确保大家都没问题，你再开始。所以理论上还是会先喊暂停，不可能就说你，不可能是你自己就这样子直接跳走。对啊，你就直接跳，那选手会觉得莫名其妙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有时候，如果像你看啊，刚刚没有毒爆哦，我跟你讲，刚刚有两颗毒爆就精彩了。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回来，如果说 bang，那假如说刚刚是 RNK 的狗吧，那 RNK 的毒爆他就会说啊，关我屁事哦。然后如果就会讲说，干，这是主办的锅哎。然后主办就会说，RNK 你愿意重来吗？干，为什么？那这件事情不就变这样子吗？所以一定要打字啊。有问题就先暂停啊！暂停，先确保两边都没问题，你我们要再确开保始。权益，你知道吗？不然这个锅一定是主办杯啊！
哦，这边两个人都是直接往一公的移速障碍跳了。两个人力敌看起来就比刚那个正常多，刚那个看起来真的是爸爸在捶儿子，你知道吗？能不能读 RP 一定就是看看当下裁判，哎、欸，有人卡还在卡，人还在卡，人在卡，又是谁在卡？谁？这次是谁？那又是你？这次是他啦，他自己啦，靠背。哎、欸，会不会我们没有缘可以看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会不会我们没有缘可以看？哎、啊欸，他跳了，我就没画面看了、欸。他跳了，我们就没画面了。你不能跳，大哥，你不能走啊！对不对？你不能走啊！你走了，我们就没比赛看了。他跳了。干，他们是不是全爆、啊？努比，又换一个人、欸，又一个不同人。而且你知道现在 RNK 最尴尬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这比赛他们战队办的，他也不能喷他。对，不行、啊。洛格最可以直接开喷了。干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不行啊！爱之深，爱之深则之切，还是要。不行啊！他喷了，他们可能就走路了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啊，怎么？如果是我的话，我照喷啊。没什么好不干。你有实力啊！我们比较害羞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看到女生眼都会红的。靠北。但主要是赶快解决哦、喔，先不管怎样，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。安哥，林北进攻就那个，他妈是内鬼是不是？对，你说没有错。安哥最后说我输给了自己的战队。Game resumed. 谁家的 OB？ 他们自己的 OB 啊，他们全部都自己人，好吧？真的还好，这一把是长老库欸，而且前面真的基本上也没什么太特别的事情。我刚刚有个毒爆过来，真的就精彩了，棒！这个看起来，这个看起来像是，算了，不知道，不确定。可能那个 OB 看起来比较韩国人。这个韩国网络不是顶级的吗？干，这时候就可以跟你们讲，当年打国家杯啊，嘎姐人在韩国啊，他为了不要打台服，他说我还打台服999MS， 然后我们就说，干，你他在韩国住在山洞里面是不是啊？他妈怎么可以打到999？是白痴，我这边连到北极都不会999。不好说耶，连到北极，说不定真的是999耶。哦，这边洛格有一只那个变形虫在偷看这个三矿的 RNK 三矿农民数量。对，这个很关键啊，这个因为两边基本上一模一样的开局的情况下，你要确保你要知道自己能抓多少农。可是说老实话，这种局面下也基本上都是一直按兵啊，因为只要有一方敢去按龙，你那波按兵那个人推过来就死。现在这种流程大概就是一定都是先按到50出头就停，你再去按这，你如果闭着进去往后按，人家随便都是一波过来就倒闭。这两个人目前攻防的进度也差不多，刚刚对爆啊，但现在洛格多了十个农民，优势很大。主要看那个啦 ，NK 等一下会不会抓一波那个 timing 直接 A 过来，毕竟他平农在爆兵的，他已经全力在按了。等一下 ，NK 这边兵应该会多蛮多的。是洛格主场优势啊。哎、欸，看到了，这个数量不太对。看到了，你好多、哦。其实我觉得弟弟进入这个局面真的很傻，你知道吗？就只能对岸了、啊，然后对
正面两边扛了一次正面之后，发现好像没有把握可以打赢，就开始多线，就走这样。对啊。然后来，这好像多很多这多很多哎、欸，这太多了吧？而且还在变头抓到，哎、欸，这好路哥好路哥二哥好了，但他刚抓到结尾兽好了。直接在结尾兽被抓包了，我什么都没抓到，但是 R N K 的兵好像多一点哦。哦，好像要顶穿了。不过这边主场优势啊，主场优势。好像要顶穿了，顶穿要顶穿了。但是这样地图太小了啊！我进闸了。没事没事，顶上去了。怎么办？再坚持一下，再撑一下。啊！他被找到一个，直接被抓到一个变结尾兽的 timing， 而且主要是 RNK 真的是挺浓在爆的、啊，所以他这蟑螂真的是多很多。哎呀，果然啊，比风这件事情 RNK 也没怕过任何人。这个主要是若哥没有看到。RNK 后续到底补了多少农啊？当他发现那个蟑螂数量多到炸掉的时候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他还想去开石矿。为什么我会抽到龙啊？而且同一只龙两次哎、欸！天生龙命，你知道吗？干，真是龙命哦！告诉你要当小皇帝，龙袍加身。是这样子吗？对啦。他这个龙，这个是老二吗？你看一下，什么老二？我看一下啊，老二看起来比聊天桌还大。我看一下，来传一下，我贴给你，你看一下，你可以贴给观众看，就是他们那边现在做的那个虚拟活动，我抽到了这个东西，但我觉得他在给我什么暗示？这个龙的这个尾巴，那龙的尾巴有点大，這個、而且它的姿势摆的怪怪的，而且它的方向不太对啊，它的这个方向。不太对啊，这个还是不要抛好了。啊，刚刚那把是他们，这是这个比赛的设计的那个周边产品好吗？你可以抛。刚刚那把主要是那个啦，被抓到一个是洛克这边补农不太多了，然后再来是他被抓到一个在变结尾兽的那个台名，直接被贴在脸上。那个变结尾兽，你要想洛克原本的兵就比较少了。然后他变又有好几颗好几只蟑螂在变结尾兽，只是再少一轮兵，那个正面落差就有点大，而且主要是结尾兽第一时间被贴到全部被吃完了，你后面也没有东西可以去限制对面的走位。我抽到 Baby Dragon 吗？对啊，那个 Baby Dragon 的老二也太大了吧，那一个超级大老二，快点贴给观众看一下，他不老鼠。可以直接，然后等下想个办法，你用这个、IMGU 啊，你去上传到那个，然后再贴。没事，你直播秀一下吧。啊，现在地图，我们来聊第二把地图，来到是布莱克本地图右下角黄色的虫族 Ragnarok， 右左下角蓝色的虫族 Rock。我把这个传给龙，然后跟他说 ：“A 叉 Big Dick Dragon。”好悲啊！是啊，那就是一只这个设计感呢，感觉这个灵感是来自于这个游戏王的这个宝贝龙。我也这么觉得，但是他的那个尾巴真的摆怪怪的。但他的尾巴直直的、径直的朝前。他的尾巴的位置就是聊天室，你们现在把头往下看，你们就会知道他的尾巴放在哪个地方。而且他的尾巴好粗好大。不是，关键是他还朝了一个90度的方向。对对对，他还翘起来了。还翘起来，90度。我现在有了2、4、6，我现在有6条龙加一个 chip。啊，这现在没什么事情啊 ，Top 老师，你现在贴一贴啊。这边贴，七八麻烦，你直接干，你直接。好，我把它变成 MU 哥。啊，直接把它变一个连接丢给他们就好了。好，这把洛哥直接开。直接开黄金矿了，别 RNK 有看到，都被拉出来了。那这边就要看
正常来讲、啊，如果这是一个正常的韩国 DVD， 应该 RNK 应该是要发疯的那一边啊，不对，两个人都会发疯啊，但就是洛格这边会很难守啊。洛格这边等一下两个控距离太远了，所以他这边会有点难守。但其实说好的队友不是只要不是12D都可以吗？对啊，没有、啊，但就是后面那个啊，后面的那个狗毒豹来，你防守范围很大啊，豹要做的事情比较多一点啊。总要有一个人先发疯哦、喔，都开这个红金矿。等一下，我贴的、啊，你自己看、啊。所以这一张图应该要叫大宝贝龙。大宝贝，大宝贝龙，它好大。哎 ，RNK 哦，哇、哦，毒豹从毒豹从藏家里哦，他毒豹藏在家里样子哦。那这样子，他现在要做一个假象给 Rogue 看、啊，他让 Rogue 以为这个他是要直接。跳那个一公提速蟑螂，这种行动我真的没看过，我也没看过。你是指没看过这种形状的尾巴，还是没有看过这种形状的？等一下、啊，爆狗啦，狗毒爆一波了，拼了拼了！啊，狗毒爆一波啦！我刚说啦，就它是场啊，这个在场、啊。但这个这两只后虫爸出去把那个王虫给抓掉啊，那只王虫看起来有点欠抓哎、欸。来了，冲出去了，然后毒豹在变，现在就要看一下洛格这边的防守。这边刚刚有卡一个箭竹雪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洛格没有两颗哦，对对对，而且上面刚上面有两颗，咬穿咬穿，我觉得咬穿，这一定这基本上咬穿了。毒豹上来撞，今天晚上可以再告诉你，老子才是韩国第一 ZDZ， 这就是准圈片洛格吗？那、啊、聊天室那些那时候在说什么？洛格已经签名的站出来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 RNK。完了，完了，不过要玩，直接犯惨。这龙好色哦，又敲又大。好，那这边洛格直接打出 GG 哦，这边恭喜 RNK 率先晋级到这个胜者组的部分。对。然后等一下，现场是 Q 和 VS 输了。